来看最新医疗法草案，扣在亚里未批评，顶一摆版本是有真侪缺失，包括会当病毒三期临床实验、违反医学伦理等等。卫福部长施瑞元就强调，新的版本已经报请行政院审查。关系病人重大权益的再生医疗法草案和再生医疗制度条例草案，俗称再生医疗相法，第二法院顶一个会期通关失败，这会期搁要重来。啊，不过有立委质疑，卫福部顶一摆版本，予真侪专家学者批评，达不到上百万的自费细胞治疗，竟然因无经过三期人体临床试验，恐惊予病人吃做白鸟鼠，要求新版本因搁修正。你缺乏二期、三期哦，这搞不好连第一期都不是哈。请问这个做法最后谁来负责医疗品质跟这个法律责任呢？这个完全是违背医学伦理，罔顾病人权益啊！这一次我们哈，这现在正在行政院审议的版本，我们把这一个已经修正了。另外，要立委烦恼再生医疗市场长期无限，已经部分医美诊所刊登细胞治疗回春节违规的广告，要求卫福部应该赶紧立法，才能阻止再生医疗广告的乱象。未来会不会因为这个法广告乱象重生、过度膨胀，误导了这个病人？这在我们的查案里面有。卫福部长施瑞元强调，新兴生医科技发展正紧，加速推动再生医疗相法，有伊的必要性。为医疗执行这一边、制剂这一边、细胞设备这一边全面乐观。啊，不过因为立法院顶一个会期无通过，这个会期无阁续审，新办草案已经伫三月20日报请行政院来审查，阁依照行政院审查的议程来办理。记者综合报道。